4月25日，龚硕良、王冠中、夏韶生、邓建明和单立文在铜锣湾出席6月红馆摇滚大侠座演唱会记者会，五人就是由不同乐队出道的成员，要组成了 HK Band 也实在不易。至于是谁提议组建五人组乐队，成员们却跟记者朋友玩起了捉迷藏游戏。谁个提议先啊？不是我。我听到那时候呢，已经是你们差不多埋班了，都不是我。是不是你？绝对不会是。是我。五人表示，演唱会筹备了约两年的时间，期间也发生过激烈争执的场面。我觉得呢，就拗撬都是向好的方面的，所有东西磨合期间都不能够讲做拗撬，叫磨合咯，好不好？大家即系正面少少，好唔好？唔好成日话拗撬磨合啫，有嘅。王冠中透露，演唱会期间会有独唱部分，至于是谁，就先卖卖关子。但这个人可厉害啦！有，以我所知有，但我系边个我唔讲，系，仲好犀利添。问到到时会否叫各自的另一半当嘉宾，吴仁又跟大家开起了玩笑，把在场人员都逗得大笑不止。边一半啊？系啊，上半身或下半身先。我会下半身帮我上半身手，我都会。我觉得就算是嘉宾的都是 band 咯。如果是有嘉宾，都是 band 咯，因为呢度仲喺度 band。非常有型嘅一把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